吓死我！睡睡睡睡！有了！哦，终于了。欢迎来到我频道。刚刚路过一家没有看过的娃娃机店，叫喵店长。觉得它的店面呢，感觉东西蛮丰富的，想说进去看一下。好像有一阵子没有加工，有退步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只有进步不会退步。好，那我们赶快去甲看看。然后我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，带大家进去看。走，走。我们想要，那我们就试试看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它又大。然后又可爱，好吃看，又有气质，又有很，现在换500块，这样，有啊有啊，它的爪子感觉跟我想的不太一样，看到没有？有啦有啦，哦，好，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要用捏的，看捏，这是捏什么？不是，它有点往外。感觉它天地高是不是有一点？它有点重，主要是天地高啊，你要再捏深一点。我想一下，要不要大胆一点？哎，有上来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好像有一点点，它是搅起来的。哦，有有哦，怎么办？它是搅盘那边的，还是只能再抽它？好啊，抽它。好吧，怎么办？感觉它旁边右边那只来挤。还是这只，试试看吧。好，可以。哦，等一下，我觉得后面要拉起来挡一下会比较安全。好像没什么差，那就直接捏了啦，好不好？还是有办法翻啊，后面翻。这样，好不好？这样，这样，翻翻翻，好像不太行。用捏捏收捏收。回去了，我觉得它没有那么难。我觉得你全包啦，全包感觉会外丢。这样，全包对。还是就是这样甩，然后拉过来，好不好？大甩，对。靠背啊，这个真能解吗？这样。我干不。我觉得它没有那么难。这样没？你看。哦，好像有附在右边那边哦，所以要利用它的，对，要利用它。这样有没有？这样有吧？保持吧，有。还后爪把它推出来看，推出来吗？不行，太短了。哦，快了，你推的，用后爪这样推起来，这样嘞，好紧张哦。哦，吓死我了！真的吓了啦，对不对？颁奖典礼，哒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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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下一个，模型秀，哎，喜欢吗？可是感觉有点难度。但小时候那个模型秀就有阴影，因为他脑袋就会破掉。对，脑袋会破掉，超可怕的。好，试试看吧。它爪子有点小。这样是好还是不好？我觉得它有点难度，因为它的中这边下面是空的。哦，看一空，那算了，走吧。算了吗？对。好香。然后再粘，就拉袋子这样。可以。不，就是它没有，它没有办法，就是靠对。这样有没有？不是，没有。为什么它收不进去啊？他刚刚的边边就已经在，怎么讲一半就没声音了？因为我要消音一下，这个好不好？我们就直上直下看看哦。包。哦，然后有好像是一个墙哦。包。起来了，有了。这个像是他，对对对，像是甲方。他说跑，他说要跑。好，现在就是他了，又换他了，对，再换他，这样就是两个交叉夹。好，现在把它封起来，还是做不到，把它捏抽，把它滚起来。有，这次可以勾哦，这次可以勾，这够高。
然后回原味。有了啦，这样。啊、可以帮他摆一下吗？哇、哦，拉鼻子！哎、欸，这个要出了、哦。啊，是要出了，出了！靠、啊，鼻梁鼻梁打断了。辣！我好像滚了下来哦，可以哦，你后面拉开来。哎、欸，机会来了！猫啊！干！啊！啊、差一点点，对不对？那他现在还有机会，但我现在剩几块钱。他现在只差120就可以把他那个夹到，看能不能拼两只啊？干，真的是八爪，他卡爪，干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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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加油啊！加油！你抓两个袋子这样。咖啡跟黄色，可以再来。哦，我手流汗。碎碎碎碎，碎碎碎碎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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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哎，怎么弄光？怎么弄光？我那你可以帮我夹一下吗？我会帮我夹住。他生气了，会直接内丢，会一定要甩。先让它能够做吧，有办法黄色那一种吗？隐藏版啊，它的爪子有点歪，它有点小，它只能抓一个头，就看你的实力在哪里。我想到一个方式，什么方式？你就保夹两次就有两只了。可以啊，你从你钱包里面来，差20块就保了。哎，抓上去，拿夹起来，再抓起来，再抓起来。好，你可以夹他头，然后用他身体把后面的拖出来，就很夹很薄这样。这个，确定啊？啊，夹很薄这样。我这样他会转爪，看我腰，看。买呀，没有，我黄色的夹薄。伸出来，再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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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。好。好炸哦，鼻子。对啊，一样。一样。对啊。感觉好像比较难，对，但是不是不可能、啊。右边这个人有机会吗？我觉得要这个，这个好，拉倒。呀，拉了，来了，来了。这个、哦、捏头，加，呼，它不能捏太深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不行。啊，我知道，再把它移过来。哎、欸，有没有？不错哦。捏出。哎、欸，对，就是这样。你看，他现在是不是要出了？出、嗯。出。你要抽下面那一只。是吗？这样嘞，他会滚下来，他会滚下来。哎、欸。靠边，最后要刚刚的位置。哦。这样，哦，不是啊，我一直在一直在那边循环，机会哦，有了，哦，终于了。刚店员说这个很难的，机台难易度10点有没有？真的要挑战吗？要挑战看看。我想啊，因为这个是很大的，你确定你有枪？可以的。怎么样？然后呢？抓他的头没有，然后把他拉过来，吸引了，干，这样，然后拉过来，拉过来，好像回到刚刚的位置。他们好像真的蛮难的哦，这个啦，好不好？这个简单的吧。好，来，机台难易度1点，这个没夹到，真的。退出夹娃娃机圈。对啊，这个没有出哦，哦，不行啦，出了啦。退出吗？抓，这样就出了。哦，有，还好。今天花了大概800块左右。你觉得好夹吗？我觉得算好夹。它都有贴难易度，这、哦、很友善。提醒，就是这一台警告你。它如果说10点，代表它很难。我觉得它的种类我很喜欢，它的娃娃我觉得都还不错。对，是蛮有质感的。不错的。好，那想要看我去哪里夹，底下帮我留言好不好？这一集有抽奖吗？抽啊，而且今天抽的东西真的是超大的。真的假的？来。
就是这只。哎、欸，这只真的很超大的，而且你看这个质感很好，很好。然后它是那个包在 cheese 里面，汤姆猫，对，汤姆猫。而且你看，我觉得真的很大只，哎，你在它胸口，对，这么大。而且抱起来舒服，对，抱起来舒服，对，就是想要的话，好不好？帮我留言、订阅、分享，好不好？你真的是很好，就每个每一集观众都有就抽奖，对对对对对，而且大家只要有看你频道的话，就都有礼物哎。对啊，留言、订阅、分享，然后留言你要跟我讲的话，这样嘛。规则呢，就是记得要追踪我的 IG， 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对，然后随机留言就是抽一个观众，抽一个，好，拜拜。